你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？我们两年时的19个弟兄，你怎么看？你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？这个绝对没有问题，我们都听到了。你有听到了？昨天也有人讲，不是？还有这个都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昨天不愿意出来接我们的成绩？我们等了你两年，昨天怎么会没？我们等了你两年，你绘画嘛？那等两年。 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个事情。那为什么我们基层是弟兄还在牺牲呢？我们这边好不好？等下车要来，你们叫废话。里面是他的同班同学。我们人力还差10,000名啊。组长，你可以还我同学吗？你真的是关心基层消防员的权益吗？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？可不可以现场承诺？你听到我讲给你听好不好？你还记得每一个殉职成员的名单吗？ 到底要死几个弟兄才甘愿？刚路过来，他都写在那纸巾。